大家好，我是小甜心。现在呢，在香港荃湾菜市场，一起看看街头的现状吧。街上人来人往的，都是拖着拖车出街买菜的，真热闹啊。下雨天生意还这么好。比晴天的人流量呢，相差一大半呢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喜欢的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多多分享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